正修科技大学的师生，由我们的蔡荣一老师、曾新文老师所带领的同学们，欢迎大家的莅临旁听。今天是我们11月23号，星期三，也是台南市议会第二届第四次定期大会第17次会议。市府李秘书长因事请假，由我们林燕山副秘书长来代理。我们今天上午的议程为市政总质询，议员的质询顺序为陈特清议员改为书面质询，林秉立议员、蔡议会议员每人质询的时间50分钟。现在我们进行市政总质询，请我们林秉立议员请。对了，感谢主席哈，主席局长。局长，我请教吼，即安南区啦吼，即个淹水真严重啦。即东安路吼，通安中路一段遐吼，一带拢无法通改善啦。以前东安路毋捌淹水个，拄啊八八水灾吼，迄届较要入去内底尔哦。因为你海尾大坝遐有咧做嘛，海尾大坝即摆安即落东安路要趟过迄边嘛，要趟过总是可能。恁咧水，伊会当水伤含落啊，伤病啊，海电路伤病落嘛。你即摆可能较脱掉个款，煞东安路，大概啊，小可落雨就要淹水啦。东安路遐啦，大概啊，落雨就要淹水。无以早东安路是毋捌咧淹个呢，将来毋捌咧淹水啦。你是毋是要对海尾大坝遐脱掉个？是毋是安尼？无你东安路遐海拢大概啊，变落雨就淹水。甲以着这节报告啦吼。迄、那个同安路吼，安中路一段遮吼，原本吼是发现讲伊个侧沟吼倒流啦，所以咱即个侧沟倒流即个问题已经改善，已经好势啊。但是尾啊吼，就是发现讲，规港个水吼，雨水下水道吼是位个海淀路海东桥遐出，迄、那个算讲是排到迄个嘉南大圳，就是咱个盐水溪排水，但是迄、那个。迄、那个水涨海涨的时阵哦，水会较悬的时阵吼，迄、那个雨水下水道的水都排袂出去，所以阮镇已经设计伫迄个海东桥的边啊，迄块公园地，迄、那个加油站边啊，迄个公园地，要做一个4个 CMS 的迄个抽水站，目前已经设计差不多啊，经费差不多2200万，吼，拢总4个 CMS， 就是讲一秒会当抽4桶的即个水吼，就是讲万一。嘉南大圳遐水位较悬的时阵，阮嘛是会当，甲位迄个安中路、同安路到海淀路，规港的迄个雨水下水道相含水拢会当抽抽出，吼，会当降低即个水位，会当减轻迄个积水即个问题。另外一点哦，要甲宜泽做一个报告吼，今年哦。不论是迄个梅基洪台，佮几个即个洪台，佮参起个豪雨吼，以及个短延时强降雨吼，愈来愈严重。一点钟吼，像迄个梅基台风，一点钟吼，伫个本渊桥遐，一点钟落要100公里啦。咱迄个雨水下水道吼，伊个迄个设计标准吼，差不多是60几公里。所以即个落雨，参咱个即个设计标准吼。嘛是超过咱设计标准，所以这部分阮嘛是甲营建署吼欢迎讲，看甲会当吼，搁予咱一寡经费，规个迄个雨水下水道会当增加，咱就赶紧来增加，吼，希望讲会当改善这个积水这个问题。对啦，因为安那咧，因为当然都大概落雨就出大雨，遐就袂淹嘛。另外甲补充一下，就是讲，这两冬来吼，变热就淹，变热就淹，你听无？所以希望你决定吼，较别注意一下。我补充一下，就是讲吼，市长嘛有到现场去了解这个情形吼，特别有交代，就是讲咱迄个海东桥边啊，迄个4个 CMS 的迄个抽水站吼，设计好就随发包。吼，所以阮目前吼初步设计已经出来，阮审查了，进国门公司咧修正啦，吼，修正出来，阮希望讲伫年底就赶紧来发包。因为阵雨季无嘛吼，是是是，到年底以前还做好。对对，明年多，遐就较袂淹水啊。是是是。无变路哦，遐就紧张哩。我知。东安路以前拢袂，即摆就变下哩。吼、是。佫对呢，北安路两段遐吼。是。迄、那个客运的遐吼，变路就淹水。是。就安尼，警察就伫遐交通指挥啊。是。迄、那个排水路到检水溪桥就无介远啊。
是。啊，海遐变落雨，两段遐拢淹水咧。啊，因为吼，规个迄个较早迄个下水道吼，像迄、那个北安路因下骹即个下水道吼，伊的设计标准吼，较早早期开发的时阵吼，周边也未开发，所以伊的下水道做甲无做甲遮大。啊，另外就是讲嘛是同款，伊出口的所在嘛是有水门尔，但是无即个抽水站。所以阮原本吼是要参迄个三六十整体迄个开发吼，要来设即个抽水站，但是秘书长讲吼，爱等甲安尼伤久啊，近阮已经啊请迄个顾问公司吼，紧来伫周边来了解，看敢有适当的土地。若是讲有适当的土地，阮就赶紧吼，迄、那个应急的抽水站吼，就先甲设落。安尼、啊、就会当改善这个问题。因为你上六十，上少还阁五档啊。对对对，啊所以秘书长吼、哦、有甲阮指示，就是讲吼、哦，你等遐吼伤久啊，所以叫咱阮近已经附近吼、哦，迄、那个咸水溪排水吼、哦、周边咧看敢有较适合的土地吼、哦，因为阮近目前是想到就是讲吼、哦，较挖迄个嘉南大圳咸水溪排水遐附近，若是有适当的土地，阮就赶紧来做这个应急的抽水站吼、哦，会当甲迄个水抽出来。你因为这个风台吼，你当北安路遐塌啦，啊新社区遐吼，遐中卫区内底吼，规个排水拢袂当过，逐条路嘛拢淹水啊，迄车都拢无当出入啊。所以吼，这条大排吼，一定要紧做着啦。迄几啊当前，我记拢中卫基金遐，毋是下40,000,000要还做呢？伊在阵啊，做含箱啊，箱含遐。即阮过来，你也了解一下，因为你大概落雨，你北安桥、北安路遐吼，两段，迄交通是足侪人，啊，四周围内底吼，中卫区内底，规个拢淹水，拢无法通走就对啦。我即个过人车嘛无法通过啊，吼，你特别注意一下啦吼。啊，佮安和路四段533吼，小花落雨就积水，啊，拄伫中洲寮遐、洲南里，变落雨就积水。你也想遐无200公尺尔嘛，啊，后壁住户过来百户啊。拢完全无通出入啦，这条我当勘察上少10以上啦，完全无通改善啦。安和路五段333，安和四段啦，四段533这条啦。其实这件吼，阮已经有要改善迄个切糕啦。啊，工程吼嘛已经开工要来做，但是吼就是讲迄个光线爱刷迄个光线问题。对，光线啊，自来水光线拢有啊。对对对啊咱目前较困扰就是讲吼，因为咱下水道参迄个切糕要扩大吼，拢有牵涉到迄个光线要刷这个光线这个问题，所以阮的密集参这个管线单位吼来协调，希望讲伫这个非汛期吼，就是卖落雨的这个时间吼，咱较好做吼，我赶紧光线刷了，阮就赶紧甲做好好，每年的汛期进程甲赶紧来做好好。对啊，因为这条变路就是淹水啊。小可仔尔就拢淹水，后壁拢无当出入啦。啊，你后壁一个中卫区嘛，遐有一个中卫嘛。你那毛也袂动，后壁嘛当做对后壁过来啊。遐离遐嘛好百几公尺尔，哦，会当双面透啊。是。啊，无你大路对安那路透袂过嘛？因为我勘察过来，个拢无当做啊，嘛凹嘛凹过啊。对。啊，拢完全拢透袂出去啊。所以跟咱目前迄个扩大迄个切糕的迄个工程已经开工要做啊，啊，迄个光线问题我赶紧来解决。好啦，其实我麻烦因为这条太重要，变路就积水，无一解无的，变路就积水啊，后壁咪当出入嘛。哦，啊，勘察十几届啊，拢无通改善啊。是。哦，所以我这届吼，你较用心的，看阮处理好势，袂好无？好。哦，好，啊，麻烦请坐。安教局长啊，这个像这届安任教迄种。两万的吼，安尼个偏一个尔嘛。专那个议员讲的是那个专任教练嘛吼，是。这个偏一个尔，因为这两万伫按台湾是按台湾吼，算按台湾是常用的。嗯。但要初选就有够歹选啦，所以嘴拢会着金牌嘛。哦，按这个安那开一块尔，所以这个选手拢外关是按去用啊。哦，是毋是安尼开会较少？家己完报告一下吼，就是讲咱即届专任教练呢，即个领补吼，其实咱是看咱规个台南市吼，咱各个项目啊吼，即个推动的重点吼，加伊的成绩啦吼，啊当然。你两万啊，拢大概去区分，拢嘛按第一名呀，拢嘛金牌上济啊。因为咱两万本来就已经完善，就已经有几个教练啦，吼，所以阮即个是先补一个啦，吼。那如果讲吼，以前台湾其实过十单唔捌骗呢，唔捌骗过呢。我是讲咱原来就已经有迄个
专任的教练啦，吼，咱原来咧推动的过程当中，吼，都有几个专任的教练伫个现场咧教嘛，吼，啊，咱即届呢15个名额内底，咱是编一个吼，即个两万啦，吼，啊，咱嘛希望讲咱学校即个推动的部分呢，会用搁较落实，吼，搁较加强，吼，啊，未来啊搁较好的成绩，吼，啊，咱再过来考虑安尼。对啊，啊，你讲拜五定即个规则，吼，要遴选，了你还拜一拜就搁定改咧。你即款外发的指引，你也是特定人选呐、啊？无，这个二十报告者吼，就是讲吼，咱即、這个积分呢，二十他都讲的是讲伊迄个参加遴选的人，伊的积分的即个选择，嘿、啊，对。啊，迄是因为呢，有即个要参选的人吼，伊嘛是有看到讲咱国中啊，伊也伫。国中任职跟他在国小任职会造成积分上的这个不平等的状况啊，好，所以我们也是经过委员会，好，大概委员来这讨论认同，好，开来修正这个计算的这个标准，好，啊，咱就是希望讲，不管你是伫国中咧迄个教选手，还是讲伫个国小咧教，拢会用有一个同款的标准吼、哦、来进行安尼。对啊，你拜五定了，啊你拜一个定改啊，哦，所以迄个指引本来分数比较悬啊，你改一下所以比较低啊。因为这就是我头拄啊甲议员报告的啦，吼、哦，就是讲咱希望讲大家是一个公平的情形之下，不管伊是倒一个阶段咧训练咱的选手，即个教练咱拢是用同款的标准吼、哦、来看待啦。嘿，所以在用这种迄个积分的迄个审查的时阵呢，有做一寡调整安尼。我是讲希望讲以后你办法出去，你就照安尼做，免去修改啊。这阵要入去，要评比，所以你个改安尼又个乱去啊。这阵会个注意啦。啊是明年多，啊是要拜托啊，专门教练给安尼两忙时阵上亚洲杯，即摆拍亚洲杯总人嘛做冠军啊，去韩国比赛嘛用冠军啊，我咪特别用国家出去个啊。哦、所以吼、哦，你下当明年都看咱个人加骗一个袂啦。阮的迄、那个，我个二则说明者吼，就是讲咱即马专任教练的部分，咱今年补15个吼。啊，如果讲未来啦，啊，两忙一个年嘛，两忙要骗一个。啊，但是因为二则本来两忙倒过来的教练呐、啊。吼、啊，啊，所以咱嘛是，咱规个来看，就是讲咱台南市有几啊项吼重点的项目，其实伊无专任的教练，啊，佮有就是讲伊有的校是无体育班，伊有体育班，但是无专任的教练。啊，阮即个补的呢，优先就是讲有体育班呢，吼，啊，伊也无专任教练呢，即咱来补。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吼、哦，迄、那个咱重点要发展的项目。吼、哦，这部分呢，咱嘛是爱来支持嘛，吼、哦，让咱的囡仔有佮较侪选择。吼、哦，嘿啊，头拄仔二则你讲的这呢，阮的未来吼，阮也有佮增加专任教练的时阵，阮会佮规个吼。哦整个来做这个考虑。按台南市前，台南市较一个尔，啊，国中小遐济，你无看遐济，遐济人校咧拍两万啊，啊，你较偏一个尔，国中小啦，拢无够啦。希望你那等于考虑看卖，看按加偏下袂好唔好？好，这个我们会通盘来考量。好、哦，谢谢。有，谢谢。这个资料，歹势吼，因为你关心这班级学校，我知真正用心啦，遐经费也非常济了，对啦吼。啊！即棒球校队是地方带动地方的发展非常好啦。啊，地方遐的道路也诶，整个吼流动量太大去啦。啊，即棒球学校，人是啊，变成讲看市长报告一下，棒球校的进度准是到啥物程度啦？准在嘛学了啊？你说伫遐地方嘛足欢迎啊？是迄个甲林议员说明吼，即、這个棒球学校即摆大概年初吼。即摆因为已经是十一月底啊嘛吼，大概后个月上班明年初就会当公开招标做这个营造的工程，大概估计啦吼，差不多伫明年底进前，迄、那个扫棒的球场就可以完成。啊，整个完成伫107年年底进前一定会当完成。是啊，啊你另外来讲，你关心的道路的部分吼，大概营建署前一阵仔我有去营建署拜托。啊，这经费拢有啊，吼，按国道一号到接国道八号，永安街拓宽，这经费拢有，拢共三，差不多22亿，吼，这部分经费拢已经有啊。哎，三条桥，唔是讲要扩跨？是啊，嘿，我看报纸讲40几亿的，因空做去到这个中和一路遐，做到安迄个安定迄个国道八号遐。对，好啊，国道八号对啦，这60米，不啊，20米啦，
山六十二十米吼，结果翻倒了吼。这条你也知影足关心嘛？对。哦，啊关心了，你市长嘛，只是讲你按照经费这条来，还是要做了。有即个经费拢有啊。哦，有啊。因为咱嘛已经接到迄个营建署核定的公文啊。对啊，啊无你翻落街，翻落街252巷，遐一条是啊三米半，车辆无通走嘛。是因为咱开辟迄个。迄、那个棒球场吼，未来交通的流量一定会足大，是啊，是啊，所以为了要避免交通的问题，所以前一阵仔我有去营建署拜托，啊，即摆已经拢核定了。对啊，因为遐吼，你铺管遐大条，伊咪缩矮嘛，你知五条吼缩矮啊，是啊，遐就放宽嘛，啊，你三条桥嘛上矮去啊，是，所以我知你市场咧注重啊，你若迄三条桥嘛是要放宽去嘛，就已经拢有经费拢有啊，是，啊，明年应该明年来当啊吧，对，大概因即摆你规划设计。啊，设计了后就当发包。是啊，好，感谢市长。没没。因为迄种地方哦，大家足需要的，对啦。是。哦，感谢。好好好，多谢。啊，按多局长，多局长，按前届无两当前，按都是计划遐委员无来参加。啊，即个 KTH 校用地，因为 KTH 校即卖已经全国拢有啊嘛，无想讲以前全国拢来伫按 KTH 校，即卖即 KTH 校用地已经无要用啊。哎，总我建议人迄个校长、教务主任嘛讲，因无需要用迄块地啊。是。啊，我是讲拜托按多局长，迄块啊偏机关用地，吼、哦，你敢知影？迄块你敢知？我了解，嘿，因为这个原地地方有反映过啦，吼、哦。是。所以咱放伫这個第五次通盘检讨，真内底拢有立案啦。啊，即马嘛伫内政部多委会咧审查，是多委会已经审完啦，即马伫内政部多委会咧审查。哎，啊，你看偌久啊？我偌久等哦？啊？会几落冬来卖？没啦，因为这个咱内底吼，因为咱的案件较侪，所以市长有搁特别去拜托讲，啊，咱来分有一挂较奇妙的案，像头咧讲棒球场这个长河路拓宽吼，即部拢得做第一优先，吼，即、哦、第一优先先请先通过，先分段来发布实施，所以咱若配合地方的需要有急要的，咱拢会当先列来第一阶段，啊，即第一阶段的拢是。已经顶头审一遍，啊，明仔载搁要审第二遍。有那内政部咧配合咱咧加速，甲这案件牵审过啊。嘿，我知影一个审吼，内政部拢靠分几落档哩。嘿，这个部门过来甲催啦。嘿，所以像他讲的较紧要的案，伊拢得做第一阶段牵审审过，先互咱发布安尼啦。是啊，好，感谢，谢谢。啊，政治发展局，关局长，这个肉品市场吼，因为地方也足关心嘛吼，千里数行。是咩个进度方面，先我报告一下。这肉品市场是农业局。哦，农业局遐，哦。报告迄、那个林议员哈。是。啊，即摆现主席迄、那个咱个肉品市场的这前景的工课哈，啊，伫咱迄个县华这个场遮啊，已经咧做这个算讲咧设计的这个工课。因为迄个污水处理，我知影着过几落冬啦。应当是加108年啦，嘿。108年哦。嘿，会当完成啦。啊，毋过啊，三冬。嘿，差不多市长是希望讲两冬来做。对啦，两冬来，你别做好这边，我当废掉啊。嘿，对。你污水的物件，因为承担直接肉品市场，污水遐嘛做无够啊。嘿，对。遐嘛完全做无够啊。嘿，是。哦，这嘛大家非常注重啊。嘿。哦，啊，你脚步较。好，我拢有这积极咧推动啦，吼。是。谢谢迄个林议员的关心啦，吼。好。啊，像按消散方面吼，阵全国就算做了上好，按台面做了上好诶。按咱局长也足认真啦。迄天会长佫讲吼，我一个礼拜四啊，大拢出来做工课嘛。啊，会长因遐着佫准备钱吼，佮加减买奖品要送啊。讲这种代志无要紧，无啦，啊拜托市长，着讲局长，一下奖励一下。哎，买白带拢休困，因结果拢去消散啊！像当前几日做任务，搁走去试车尔。局长，你免讲无要紧啦。首先，局长做认真啦，买白丝啊拢出去啊。啊，消散，你着知影白工会。你看买白丝啊，大家休困，娶某囝佚佗啊，白工会完全拢无啊，拢去做消散的部分。哎，局长啊，讲安尼着去做啊。啊，嘛是毋是讲安尼小花钱物件较奖励一下？哦，是着应该做会到的嘛？是毋是，局长？我甲林议员报告啦，事实上市长对这真重视嘛，真感谢伊，所以我每一单拢有表扬，甲伊感谢状，甲伊服务的时数拢有甲伊做表扬滴啦。哟，迄啊，咱一个鼓励就欢喜啊，一做就欢喜啊，你听无？啊，即阵清楚啊。好，好。无啦，我两联合质询嘛，我话。好，继续请蔡玉辉议员。我市长报告啦吼，
咱教育局咧工作报告，即野聘雇专任教练吼，交当野地级的吼。首先，我有做一个表，工作报告互咱，甲咱教育局执行吼，有无公平的所在作势？你也有闲去了解一下过去聘的，交进咱重点咧发展的，事实上差作势啦吼。有需要去重新去检讨，莫讲旧的拢永远拢留咧，啊新的有关的较好，吼关的较好啦。市长你知啦吼，关的较好，这个运动在咱台南市拢无得顶，继续咧用，啊用的人够有六七个，迄才足无公平，已经占着别人的名额。市长拍摄啦吼，2006啦吼，啊你有去新北台北市议员对你袂歹吼，讲你比柯文哲较好，有上因碰壁啦吼。啊，老实讲，大家咧问讲你到底有要去新北啊台北选吼？你拢无回答啦。啊，我是真明显，要去选连任议员啦吼。啊，我相信是毋是讲这个饼无好买啦吼。啊，我请阮议会同事送互咱大家这官员吃一个吼，甲因鼓励以后，后我要拜托特警会啊，是有阮服务处阮乡亲要爱吼。较加减啊，甲阮斗下手一下啦吼！我表明我要去选，因为你个韩系，你唔敢讲啦吼！啊，我表明哦，啊，这个饼无好卖哦！啊，我新了一块地吼，拢要做人拢做袂出来吼，这种我也要做一个实验吼，也有用你甲巴洛来甲我捧一个场嘞吼！像这间饼吼，买无？吼、哦，有够歹买啦吼！过来日前就买无啦吼！啊，文化局个生活有找一间啦吼，迄、那个业者是我有咧讲。较早文化局拢甲买吼，啊，咱即马市场无甲买啦吼，哦，伊可能生意无像你指定即间遮好，挨冻啦吼，已经猛啊膨胀啦，膨胀膨胀吼，啊，来，市长，你要讲好来，我跟你创意完嘿，我跟你讲咧，你讲慢，我即马开始要来讲今日主题啦吼，要主题以前，我来请教你啦吼，咱跳出有要先做体制无啦，啊无吼，我伫。十月二三日是啦吼，但是体育总会去，这我这无伫内底啦吼，去苗栗咧干部综合座谈的时候吼，哦，咱老理事长号召啦吼，但是委员会讲要支持咱体育处要升升格为迄个体育局啦，有这事实无啦？咱体育处会升格未啦？无伫市长，无伫这内底啦，这我干嘛甲讲？你看嘛，甲问啦吼，市长，我咧讲咱体育处有要升格为体育局无？恁有这个规划无啦？目前没有这个规划。哦，无啦吼，安尼是老理事长咧甲阮体处长捧场的啦吼，无这个规划啦吼。哦，大家拢认输呢，讲我体育局爱成立，较会当争取较侪经费啦吼，无啦吼。咱教育局长啦吼，老实讲，我个人对。小寡意见有啦，有的原因不是讲伊歹哦，就是讲你个人足重视这个咱女性来做内阁的恁的政务官哦，我个胜选的专线更上侪。可是吼、哦，我甲你建议以后你也搁有高升，不管先去做总统也好，还是讲去先做吼、哦、新北市啊台北市选的时阵，爱注意有行政经验啦，唔但无行政经验，有诶代志吼应该清楚的，第二并无清楚。第1905年2月7日到2月7日是中正协运动会，迄只我个人自卫形象去跳场，未当教局长，讲伊无诚信、无信用，未当做教局长。迄日出来，我有咧甲你讲，这个局长吼爱当，可以换啦吼，我毋是无管你了。目前为止，我感觉伊行政点处理有够缓慢啦。有个很慢的原因就是1903年，咱有编一个吼、哦、操场改建，大约然后1亿左右啦吼、哦。我印象中，迄阵的郑邦正局长就甲我讲，吼、哦、讲，局长，老实讲，操场拢古拢要改建嘛，标售剩一款要我用。咱教育局长真的讲，郑邦正答应就无算数啦吼，啊无算数，唔过伊这么个引用讲，较早黄信记副局长定的标准。哦，是的，百亿也袂当做。恁定的我唔知啦。按1904年1月到
十月二日拢无甲我讲，我靠后壁清楚的，有啦吼，伊无甲我讲，导致我十月份超过报警，立法院要讨讨无啦，较换人工国小，人较换讨就讨有啦，一直坚持讲一定这个标准啦吼，我唔敢讲恁讲无准啦，我是咧讲恁若较早甲我讲，我会当对地方的交代。我大家去新的国小拢讲，哎、欸、呀、啊，这个到叫别话，这个无问题啊，无问题。大家拢是认为，导致我希望你吼、哦，找到经验，心胸唔能够作狭隘的。讨一个经费二三十万，常常咧，你有讲好意愿，我拢有你经费。我唔是咧甲市长拜托啦吼、哦。过去我伫台南管理时阵，南靖国中、新东国中、新宁国小、新民国小，单位我都清楚啦，拢清楚作势。伊拢甲我计较迄两万啦、三万啦、二十二万啦、十八万啦，我感觉迄格局不够阔。哦，当然你是对袂歹，袂讲要甲换啦。啊，互惠关系互动，我相信民众议员可能我有甲你讲啦，吼、哦。我的感觉是安尼，恁教育局各科室有啥物政策，爱还债啦。啊，无你关门关起，你家己咧盯，我议员较知啦。市长，你知我意思啦吼？恁讲好清楚，我若无你，我袂去甲恁花。啊！导致恁个家己专业行政经验无够，阮袂当争取着建设的。我要怎麼处理？恁一面讲，较早郑邦正讲的，我无一定爱答应。我答应的有算，一百空四年要升一百空五年算。伫方局长迄个位，咱的城镇的城务局长，我甲连续清点四日，登革热交咱学校维修经费上少，伊就来交我讲，讲咱秘书长咧骂呢。美工啊，医生全部规矩，啊，甲一个教育局用心啊久，敢答应哦？答应用咧，我阁吊脚啦吼，跳票啦，所以我才会讲，伊是一个无副局长讲的，伊伫边啊杜树影做调解人。我毋是一定爱争取机会，议员心理生存，借这个机会甲局长吼讨我钱，啊无我免哪讨。老实讲，你对我袂歹啦吼。我厝个国民党议员讲，啊，你咧接顺门，人家市长讲，你对你袂歹，你建设经费拢有合理。虽然我定来甲你批判啦吼，啊，不过我感觉你袂因为我定来甲你批判，你着讲我要爱经费有诶无好我啦吼，即我会当肯定吼，袂、哦、讲因为啊，我定来讲你安怎，啊，我建议批判，我甲民代表不能安尼做嘛，吼、哦，建议啦吼，我当然行政权伫你手头，你后下去高升时用这个政务官的时阵哦。爱较了解，拜托你爱用较有宏观的啦，吼、哦，卖你心胸狭狭的，两万、三万、几万来你计较，我有时听咱有时足艰苦啦，吼、哦，我出去咧足球比赛，讲我那个各县市的那个议员拍，听讲哈，两万、三万来你计较吼，我歹势讲闹鬼啦吼、哦，好，我今晚要来讲主题啦吼，市长，咱我赞啦吼，阮足想要了解，照你的个性吼。哦，老实讲，民进党议会是多数，你是高民意，高民意啦吼，是会当破台南市台南县纪录最高得票的市长啦吼。你信誓旦旦都一定要当认定班嘛吼，啊，到底什么原因？你想一个刷登去认定，你的看法安怎啦？你看法吼、哦，我有几点原因让你做参考啦吼。我想是安尼啦吼，原来电视甲放下来，好。咱迄个今年迄个蓝电办了后，我就要求农业局爱赶紧检讨，因为愈早检讨，有法度通愈早准备，安尼以后一年就会当办较好。所以因为农业局检讨了后，认为吼会当创造双赢啦。第一就是讲，因为你即摆目前迄个南回园区一年办十天的蓝电，但355天拢放伫遐嘛。所以，如因的规划，专业的规划是讲，咱应该爱 OT 出去。啊 ，OT 出去了后，到我当365天发电，但是迄空间有限。过去的 OT 厂商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伊每一年拢爱让一个月，和县政府也是合并了台南市政府办活动，所以经营袂落去。所以农业局吼，因为徛伫希望，即个南回园区会当发电，会当带动地方。啊，所以伊建议把这个蓝电刷来到仁德，安尼会当创造双赢。所以市长安尼跟咱讲，我讲这个原主要原因拢是。我阁讲了上镜头吼，所以我是接受农业局的意见，但真可惜吼，真可惜。
虽然农业局啊甲秘书长嘛有去拜访你，拜访。不，我空气哦，无拜访我，全部个人我无拜访啦吼，讲个清楚我无。无至少啦吼，至少就是讲我有邀邀迄个。有要求要来啦。我有嘿，我有邀请农业局吼。啊，我坚持讲叫议会的决议，就是爱伫后壁办。因为恁提副议案啦，吼，对，无啦无，你别话我咧甲讲个啦，你佫讲袂出来。我意思讲吼，当作这个专业的建议吼，那叫这专业的建议吼，我讲按那安尼话，可能爱甲大新野区的议员做好解说，目的是啥？但真可惜啊，后来因为被政治化佮非常严重吼，我嘛讲过，要现主席议员要选立委的人，嘛去大家顶反对。要选市长的人嘛，伫公开反对，讲啊那安尼话吼，伫倒位拢办袂好啊啦。我是后来回到答应回到这个后壁区来办，是因为希望难点，咱绝对袂使受任何影响。啊，这个代志，什么人对，什么人唔对，安怎做较好，这以后时间会当证明啦，时间可以证明。今天哦，安尼啦，安尼简单，你讲就是讲政治化啦吼，可是。别人安怎讲，我唔知。伫阮迄所在啦吼，阮的感觉啦，你家执政六党嘛吼，你想阮遐有啥物建设？好不容易一个迄个所在，阮是以这个地方的权力、地方的发展有这个活动，够你促销去。阮感觉阮遐无啥物建设。哎，南店伫倒位办，迄毋是建设，迄是一个活动。什么话？甲叫做建设？建设的定义很难。南回园区甲是建设。南回园区无刷照，你想法是安尼？你的想法是安尼？我的想法建设不一定爱硬邦邦啦吼，哦，但我的想法就是讲对我了有帮助，哦，像这个闽南店中间，哦，那前两日啦，咱迄个创意园，因为吼，我看你有那非常重视服务啦，嘿，啊，你嘛拢深入基层，你去甲详细了解看卖咧。这个南店十港中间到底多少？是的，多少后边，也是大新亚地区有啥物款的？我慢慢叫你。讨论啦吼，像咱前两日来办前迄个前世劳资运动会，是哦，恁底下办的时阵，你想，阮新来餐厅，我同日请阮工会啊，你敢属于食饭？餐厅客么？南店中间最少带给我们心灵区啦吼，盐水柳营有挂人去参观，哦，最少带动我们那一边上少餐厅啦吼，还是讲各方面住宿啦吼，有帮助。我相信对东山也好，北也好，哦，后壁也好。减税也好，多少我不可能讲干啦，看人店看怪附近无咧做嘛，吼、哦，上条真的是伫遮，阮就感觉阮溪北感觉加减啊，会当红，感觉讲有一个活动的所在啦，吼、哦，所以你感觉即几日无下啦，吼、哦。蔡委员，你讲的这吼、個，迄十天中间吼，比如大新营区的餐厅吼、哦，生意也靠，这属实啦，嗯，啊，这个是事实，但是咱这边唔是讲吼凭空把它拿走。即个来讲，安尼够有法度通顺利吼 ，OT 的厂商经营365天持续性。OT 我可买个叫你讨论啦。所以安尼够有法度通持续性365天够有生意。马英，你讲我可买叫你讨论啦吼。安尼你刚才讲的是政治化啦吼。啊，我当然因为政治化了后，我为了要保护吼，这个南电会当顺利来举办。不是因为讲总统有敲电话，还是讲应用到以后咱就市长今讲去北洋反弹，以后用到你的民调，以后全国民调了吼。好，我也我嘛无愿意吼，这一个民生的议题，啊，变予人做政治的舞台了。我觉得这个做不好。好，市长，咱即马来探讨了吼。是，南电。我甲你提醒，甲农委局长提醒啦吼，各级市单位提醒。首先，咱市政府各单位人，我经验有限嘛。去年会是这班，交咱财团法人成大发展基金会班，有寡问题造出来，就是啥呢？办了无好，办了无好，因无经验。咱市政府各级市动员足侪人去斗手，这点你袂否认啦吼。我每一年。算讲咱的协会举办的，市政府拢全力帮忙。不，因为市长今年有较济人啦吼。没有，我们都全力帮。好啦，无要紧啦。你后岁啊，我甲甲遐遐相片，希望你看，就是讲过去咱无动员遮济人，今年因为因较无经验，较乱。即阮开记者会批判了，恁也感觉因办了上离谱，所以足济人吼较早无个，恁阁有加动员寡人去甲惠斯特
啊，成大大我去，我相信我会当杀橡皮的。无啦，这是偏见啦吼。马英啊，你讲无，我今仔时间我无准备啦。我要讲这是偏见。无啊，无偏见。马英，无论啥物人来迄个承办这个蓝电，台南市政府拢全力帮忙。你会当个想看卖？嗯，包括交通，啊，包括阮经发局、农业局、文化局，阮拢全力投入呢。唔，我是讲旧年啦，恁同我的人力比较早较济啦，一样的规模。不啦，我知道你当然是较早，恁当然各部门拢动员作协定，十几单我做管理员到今，我靠，你唔知。其实后卖吼，咱以进员的人数来看，这个比较客观啦。嘿，今年说，你价值观啦，是的。无啦，旧年无到二十万人呢。对啦，今年二十几万人啊。无啦，市长，大家的感受不一样啦。评价无啦，因为你支持什么人办，所以你也干嘛讲迄个人？无，我不支持办咯。所以我要求的是伫后边办，还带动附近繁荣咧。市长，要评论吼，爱客观啦。你用人，我感觉吼，人的标准到底在哪里？我看迄点那边会场，迄个值，交我早吵够济。各国的一点点掉，迄、那个水准交较早变哪比？会掉用超市啊围，安尼啊，你这边较早较好。迄、那个改变人用改，安尼也比较早。干那用超市啊，展览的空间交展览的内容，迄交较早拢无得比啦。因我十几张，我做管理员到今我拢伫咧管，因为我特登拢要招待附近的人，还是讲朋友来，我有去看。我买单个提供相片你看呢？靠，迄、那个国际人店看超市啊！一边空荡荡，拢无点得着，国际各国拢差不多做假，拢家己人无来，咱要业者家己去用，会啦。毛巾啦，市长。外国的展区吼，甲过去。也无好来，查到谁啦，市长？我讲来拢翕相，会当把因录影带出来看。较早点咱交进差有够济，讲真嘞，我敢无两日啦，我开记者会来参观看卖。毛巾，市长，我是安尼感觉啦吼，敢若讲结论。你讲的所在停车场较少，一恁公务局当初要做，阮就甲迄日，我交林主席讲，恁甲要甲做一个停车场，七八千平要甲囤咱公务局部个点啊卡，南方咱有去过人，我捌去看伊个车展览，迄、那个停车场，迄、那个展场的空间，交会场的动线，靠可能比建立南展温室交发挥展览室交公园停车场较济。恁用这个原因，我感觉吼无理。啊，我意思是讲，但我业者吼，交咱市场袂多好啦吼。啊，我不管什么原因，我多谢你会当甲蓝电去刷登个后壁啦吼。加减啊，还干嘛呀？人讲卖讲合并了，我你啊拢苦哈哈啦，啊无啥物建设。蔡员，我你讲，我搁讲两点啦，多谢你花时间啦吼。好啦，第一就是讲我头拄啊讲个，是徛在蓝电。南回园区甲后壁区发展的立场，好，就是要让伊365天拢会当发展嘛。袂啦，市长，我刚刚讲个第二个原因，我头已经讲过吼，我就无搁重复。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咱过去吼，迄个南回园区一期一期开辟，所以第四期甲第五期的这个位置拢会当做停车位。但即摆第四期甲第五期即摆拢起起来啊，咱一工上侪爱2500个停车位。好，现主是南回园区400个。即摆有人咧讲，吼无偌远个所在有即、這个有即个军营嘛，迄个军营农业局局长嘛有去看过，估计起来大概当做1000位啦，哦1000个位置。好，那无市长，我来投影啦吼。好来，即、這个阮收集资料来，投影停车场位置，互你看卖停车位置吼。你讲来。来，咱第一期啦吼，停车场咱200，第一期后边停车场吼，会差超过400啦吼。啊，咱南科7路8路四期差来当400啦吼。当然，咱这道路会当停了吼，南区道路会当停了，加起来都要2500位了，吼、哦。当然，你讲人伫迄边，吼、哦，世贸中心真系比咱这较大吗？现你为何你袂当讲你后壁去增建、扩建、去填土、吞土，迄袂当算哦，吼、哦，市长袂当算哦。动线有啥物？中山高、南二高，现在安怎？那个蔡委员吼，你看你讲的园区各条道路，对啊，会当停，路边。停车约1500个嘛，哈，会当停啊。对，当然你也当安尼话。对啦，你也当讲无啊，我也当讲有啊，哈。对啦，但唔是啦。我阿干咱讲是讲吼。但这个因为你若停了收红1500只，你若停收红的时阵，人要来参观安尼有方便无方便？无啊，恁讲的讲动线会当用公车接驳，恁家己讲的啊。啊，无咱讲真个市长，
咱南仁德啦吼，南方迄个停车位够遮济啦，即日当停200几位呢？可以，他因为他那个整个弄起来，对啦，因为因本身人太偏。你即摆要招标，爱讲是讲后壁你搁加工的无算啦，现有接后壁袂当去加工，后壁较袂当加工，附近的伊台糖的地足济啊，袂当临时甲做加工啊。啊！你认定咱加工啊，后壁袂当加工，那就基础点不公平啦。认定咱先来讲认定，再来讲后壁的停车位。好啦，认定吼，伊大概差不多一半，人因本来人迄个承租的迄个公司人都要做，嘿，吼、哦，因为承租的公司是迄个工商工商时报啦，工商时报都、要甲头前门入来迄一半的所在，人因都要做停车位，人即摆等你做。另外一部分是南方的土地，那即个嘛你甲接受，讲过去土地啦，既然要招人，吼、哦，无因家己用因的经费来控，即摆嘛等你接受。无啦，是啦。就讲、是，这边会当改善，这边嘛会当改善啊。无啦，我意思是讲吼，大家知影、哦，就是讲，迄停车场的开辟，无一定爱用到市政府的钱。啊，这个所在啊，我先甲你讲，咱至少爱开两条。第一，就是讲，这个迄、那个南回园区的迄个管舍吼，温、哦、室的修复，大概爱开到1100万。啊，林德敢免开？林德迄个免，伊袂变咧温室。我唔是啦，因为伊迄个所在，因家己会当迄落嘛，伊有空调，迄唔免吼。是你讲的，我感觉较无专业。十天的电缆嘛，伊十天的电缆嘛、嗯，啊，因为咱这一年吼，伫后壁南花园区。市长，我甲话讲个算吼。南花园区，因为咱一年才用十天啦。现主席，咱即摆搁直接办，爱搁修好。逐年拢安尼哦，咱逐年拢爱修好。咱即摆爱差不多开到1100万。另外，你讲的迄个停车场开辟。无论是军营也好，台糖的土地也好，我看若要阁开辟1000个停车位，可能嘛还阁开到10000万。好啊，市长，这咱拢爱去计算的。好，好来 ，OT， 这本台湾难念 ，OT，OT 失败啊，你知嘛？伊失败原因就是因为伊一年按牛一个月吼，管市政府来举办完。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吼，咱 OT 也无难念做基础。会当加好无？足简单，会当验证个。咱即马市政府已经 O T M 嘛吼，对不对，市长？啊，袂，即马等你讲。有上网了，有上网了吼。到可能12月车就结束嘛吼。对。一个 O T 无难点做基础，诶 O T 附近的各方面观光旅游各方面配合的时阵，会会不会成功？第一档无收租金，第二档上少爱60万，第三档要搁请固定钱一斤。ROT 不行 ，ROT 给抢上，我会当你再来，会当去做各种设备、各种设施。啊 ，OT 无 ，OT 是现有的所在，无唔对嘛吼？我讲你无唔对嘛？是啊，对啊。啊，你上会成功未成功？我唔敢预测啦吼。我个人的看法哦，无乐观啦。OT 无乐观嘛？我个人看法，因为你场所拢无去，你无可以增加，可以当投资设备嘛。现有的所在，你个咧讲无好。啊！你即马来 OT 不只是无好，佫无够。我对，因为你若要佫牛难点，一年佫牛一个月来办难点，你确实是真歹经营。好，市长，安尼啦吼，我的建议啦，好、建议，大家不管选地交你好无好，我无管，我唔知啦。吼、选地可能铁路东移，甲你小我甲你关啦吼，电力发表甲你关个言论啦吼，恁两个歹我唔知咧，迄我无咧管咧，我关心阮电力发电。你饲料者有可能讲啊好，我。即你即个人员业者，到底恁印象好歹，我唔知。啊，我后壁个衰人跌，后壁个衰堆衰堆，是毋是会当安尼啦？咱一路容易甲恁遐斗下手一下，就是以后个即个钱，咱市政府卖经手，对咱市政府是毋是会当建议，中央我一叠钱包，咱落业者。所以吼、哦，蔡议员，其实我嘛咧怀疑，恁到底是真正为后壁，还是为即个业者？控政府敢较大着？业者无我有做南非呢，即、我买买呢。无啦，今仔排伫顶悬，我去买呢。是讲恁三点诉求嘛，四点啦，我不也去加一点啦。无啦，恁三点嘛，第一点我讲要求伫后壁区办嘛。对。第二就是讲政府的经费爱直接付因嘛。对啦，较便宜的市场变来变去。第三就是讲甲迄南区好个农委会嘛。不是南区农委会变国家级的对啦，无唔对啦。变国家级的。啊，第四我搁加一点就是讲，甲别个也巩固国关进来对。吼，大家当看。您安尼徛出来抗争，到底是真正为了后壁区的乡亲吗？我唔是为了，也是为了少数人本身自己的利益。喂，利益无利益，大家看也无同啦。是啦。什么叫利益？什么叫无利益？顶个发展人口增加，青少年就业，就是我的利益啦。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啦，吼。第一就是讲，
咱爱去思考，就是讲咱这个蓝电，拢予蓝会的业者，吼，伫迄个园区的业者来办，安尼较好，也是公开招标。会当予策展、策展人有经验的策展人，啊，是讲有专业的策展人来办较好，这第一点嘛。第二点呢，就是讲你政府的经费，那直接予迄个兰花业者，那如果符合法律，包括安尼兰花的业者，伊每一项拢都要公开招标哦。比如咱2000万，无啊，无请你，我来请教啦吼。哎，工商设计会，咱逐单嘛拢直接互因呢。无啦，工商策进会不一样吼，我爱互你知影吼。啊，工商策进会，咱市政府经费，当咧当咧回这个问题，咱嘛是直接跟经济局，这里我直接逐单拢甲补助，啊无卡袂使。因为伊也是半官方的组织啦吼。卖讲半官方啦，迄种商人拢在在咧。那个不一样吼。我是的，因为我吼，即我大家讲一句话，我甲你讲个清楚吼，就是讲你政府直接甲钱拨予兰花协会。安尼以后就等于讲，所有的蓝电拢互伊办嘛。我讲过，因为因办11届，坦白讲啦吼，也功在台南啦，不是没有。但是因为我看到伊第一点，因为伊去年办的时阵，进场的人口人数已经无到200,000啦。去年呢，已经办了10几届，其实坦白讲哦，我那已经疲乏啦。哦，咱看迄个月经港灯节，嘛是同款的，阮是。一两年就换一个策展单位呢，拢公开招标呢，安尼吼创新的意见才会。市长是安尼啦吼，你即摆若钱吼拨予兰花协会，你即摆兰花展啊，兰花协会，兰花协会，所以咱市台市中心吼人一定较济，因咱新闻处长讲的嘛。兰花协，我甲即个讲个煞，兰花协会以后伊每100,000块以上的诶即个支出，伊拢都在公开招标啊，但过去通通都没有啊。这是我的理想建议啦，因为先要讲安尼讲嘛，因为吼，因为我有公开讲过，如果法令上可以啦，啊，第二个吼，蓝协对台南要有忠诚度了，哦，伊袂使讲伊想要去台中办啊，迄人来找伊吧，啊是因台中，伊从台办，伊有两种店啦，吼，一种，我知啦，咱台南的这个台湾国际蓝展，另外一个是2020年的世界蓝展，吼。咱每一年所办的台湾国际蓝展，伫个2-3年前，因就去台中接触啊，迄报纸拢有报嘛。哇！啊，你也想啦？我迄个时阵就看讲，你知啦，我知啦。台南市的所举办的台湾国际蓝展，逐年拢予蓝协来办嘛。啊，结果因阁去台中接触，也要办蓝展，要那安尼？哎，是农艺为艺术还是艺术？我当然迄爱去了解，但我至少报纸我看到。我所问你，为透过了解是农艺为希望。2020年国际蓝展，但我即摆讲的是台湾国际蓝展。我知啊。2020年的世界蓝展，我难免再佫甲你说明。我讲的，放到一条，因为吼，我四个题目你唔能，即个题目佫甲我讲足济。后咱两个开记者会，你较来联系咱，较来讲一下。啊，无你甲我讲了了，我后壁不能讲。咱今仔 Q 你，我20秒就好啦。好啦。我意思是讲，除了世界蓝展，我难免再甲你说明以外，伊平时。2-3年前，我就看了报纸，因伫台中接受，要伫台中办蓝展，咱拢交代予这个蓝协来举办台湾国际蓝展。今仔日伊阁去台中办蓝展，迄款蓝展的形式，啥物款咱不管，至少会影响咱台湾国际蓝展伫台南办的这个独特性啊。嘛，恁那恁我讲了各说各话。世界蓝展，世界蓝展，这当然袂使怪蓝协。啥物原因呢？因为伊去申请的时阵。伊是用台北的管啊，做申请，啊，现在无用。咱台南市后壁区的这些温室呢，简单讲，因为无合国际规格啊，就我想这真清楚嘛。但是伊有一点唔对，当伊若要改变政策的时阵，伊无先来找台南市政府，伊确实是先去找台中市政府。唔系啦吼，市长，我咧想啦吼，恁交蓝协关系安怎啦吼？我大特多的建议。你也把这个后壁兰花生物科技园区提升为国家级，我想金额投入可当符合，不管你办地方也好，国际性的蓝展，我希望你会当议程啦吼。上少目前为止，无啦，这你要去推动，这我无意见。无啊，你这部资金投入嘛，无啥我多啊。无啦，农委会确实是比台南市。对啦，我讲真嘞，农委会无咱市政府大花手讲要去争取经费，把咱后边兰花生物科技园区提升为国家级，我感觉困难都有啦。因为你连署嘛，你连署嘛，
我无人数啊，有人，我唔知人数啊。无啦，有人咧发动人数，啊，对啦，业者嘛，外国人数。市长，讲要甲台南的迄个兰花园区，我刚刚跟你讲啦，啊，无市政到我去外讲啦，无可能成功，无可能当跳过地方的行政机关，讲家己去中央争取啦。啊，屏东嘛是安尼，你爱当到手，啊，我就安尼建议，啊，你也不会，我嘛无多，无好恁到代志，恁无好恁到代志，跟我无关系啦。迄个蔡员，嘿，啊，那个麦克讲，这蔡员吼，麦克讲啊吼，你想看因的实力啦？我唔知啦，因的实力无好，无好，我唔知啦。人实力做好啦，啊，因的代志搞无，我去甲你，我心里意愿，好，啊，你拢甲我讲了了，哦，啊，你我都不想讲啊。那需要台南市政府帮忙，才有法度吼。因袂讲等于直接先去联署用抗争的啦，伊会先来找台南市政府讲嘛，敢毋是？我紧啦，啊，我搁等下了解一下，啊，我站在民意代表立场，甲咱市长建议哀悼，可是全部问题拢解决。孤孤单单，展览的所在，世界大展览吼，拢在固定场所啦吼。啊，我嘛伫遮代表电影的权益、电影的利益，甲市长拜托啦吼。爱当甲阮斗我借一个，还你凭些歌，少年老歌借个机会，卖讲拢无吼。好，第二个主题啦。哎，蔡议员，是不是休息十分钟之后再继续好吗？好，好。啊，咱即马中场休息到11:30继续来市政总质询。
好，我们现在继续进行市政总咨询。继续由咱蔡议员进行五十分钟市政总咨询。较早林炳仪的时间，我唔能讲伤大声，歹听话啦吼。安尼我听听咧，市长，我有咧当声啦吼。是。安尼，阮议长讲了有准，剩咧只农业局讲发布的新闻假。阮议长讲实际话，你交农业业者有些我未多啊好。我听你的口气，你对农业者无啥会满意啦。那有影，我一直嘛是拢做支持因呐。不啦，你支持应该是一个支持较合理啦吼。不啦，我意思是讲，咱安尼就事论事啦，我跟他们没有什么问题。是了，我带有甲你多谢，讲我了后界要选举啦吼。啊，即各科小啊，拢甲咱教育局长，即教育局交体育处甲关较济，阵咧无啥咧甲关啦吼。啊，关嘛唔是我唔对哦，因家己的问题啦吼。啊，我即阮两下要论吼，论超一点钟讲未煞啦吼。是了，安尼啦。即点我甲你简单报告一下。啊，麦，是了，拜托，你有我拜托一下吼。来，我两个拼甲啥来拼来了，是了，安尼啦吼。咱王家珍甲你问嘛吼。问讲，啊，无我送一个饼，你食好唔好食啊？啊，你对我以后较好咧哦。无啦，食已经有啊，你呐。安尼，我送一个吼。你较搞咧是？唔是。所以嘛，所以，是啊，才搞咧。你是啊啦。礼多必诈哦，有没有诈啊？你是啊？你是啊啦，搁做老爸呀？是咩？啊，是要做工啊咧？啊，干卖带洋包？安尼吼，要摕一粒票，好啦，好啦，好，多谢你，多谢你。我是要问你讲，你是做工啊，也是搁做老爸啦？我今日我看嘛，搁有差不多四个主题啦，吼。啊，我可能时间袂当你讲啊济。嗯。因为我都讲过啊，你应该安尼啦，吼。到底啦吼，我讲白啊，这要选举，唔免惊人知啦，吼、哦！你我讲你的策略，我讲过啊。佮台南市民调变好，我不管你前新北市、台北市啊，总统啊，你的时机来，先要讲你的时机来。咱蔡英文的总统进民调，各大众媒体咧做吼，有诶拉个出二十几趴，全部内底带你上好尔。你有机会哦，我进上标你以后，你知影事哦。食了碰碰医院以后，你有一日吼。哦辉煌腾大，虽唔通卖一支，我第二回有送饼你食，你爱对我较好些寡安尼啦。第二，我足惊你吼，你去的时候卖一支我啦。啊，第二就是讲你也无爱去跟两当，你到底有要去拼拼拍天啊无啦？有要留伫台面做了，还是讲你出来即嘛袂歹哦？你做好台面基础拍好，面条过好，唔免想算，即摆选举方式无共款啦。有些媒体网络个，甲你面料做啊做好，不一定爱去啊。有缘故我去一撮，安尼送一个碰饼，不一定个袂歹。后界送一个干嘛，送一个溜冰去好，大家报纸得来报啊嘛。不一定我个去啊。这咱台湾小小啊，你看安怎安怎？有要留伫台面做满无？还是中间就进报纸互你看咯？有十二月底有一个行政一定闹出来，还是有想要去要拍电啦？唔免惊灾啦，市长，惊啥啦？那个蔡员，多谢你的关心啦，吼！你是希望我做满，还是希望我无做满？啊，尽责你也无对我做歹，虽然我逐日甲你批评啦，你做满无做满，我拢无管的。老实讲的吼，民意代表做着嘛，不一定好；无做也不一定歹啦，吼。有时为着民主，吼，民主啦，吼，只要你知啦，无做艰苦啊，啊，要做达个月，得安尼十万、二十万，那工资、衣食、含送的糖拢爱负责啊，薪水无够啊，吼，不一定啦，吼。有人说好，有人说坏，啊！不过我会当讲，我落地啊愈来愈少，吼、哦！我把我的我改成一届选举到四当选，拢要开一两千万啦，不一定好啦，吼、哦！啊，我也无做着有诶无诶，你看是哪里安怎？我目前是无其他选举诶计划啦。无选举，以后我拢不爱选啦。因为咱即摆，以后拢不爱选啦，市长、总统、行政，伊都拢无来。无啦，我即摆目前诶心思，就是讲甲台南市诶工课做好嘛。做好，包括咱地动的重建的工课，吼、哦，啊，登革热防治工作，今年算大家安尼拍拼吼，算成绩。你是惊新宣布不会来改台啊？你还是安怎？会改注意你啦。无，我讲的这是确实的话啦。无啦，当然我改讲你这个咪是错的啦。包括咱即摆吼，真侪建设，哎，好、哦、过去咱规划嘛、设计嘛，哦，啊，即摆都等着蔡英文总统动算，啊，所以有呢，算甲咱支持。有去无去，我感觉对你拢利多啦。
最主要，阮蔡英文，阮自己也歹，你就是好啦。我刚刚安尼讲啦，伊歹你就是拄好，全部内底干你上好，即目前你上好尔啦。这话嘛袂使安尼讲，因为你民间讲我讲无紧啦。不用马英九总统后来做个民调歹，迄第二届啦，是第一届啦，迄第二次啦。咱蔡总统是第一届歹个事啦。咱爱希望无论啥物，是啦，无论多一个政党啊，手头，是啦，希望伊爱做好。我来拜托啦吼，我做啥变碰表你只，你唔通讲搞我时间讲了了，我个四个题目吼，我也甲你问你个讲无我看嘛，去上去台讲我形象无好吼。你上着，你个个教局长交代吼，我唔能我袂甲关啦，这较重要啦吼。啊，有闲咱两个开去讲。好，是的，这个行政中心啦吼，你十二号要推行政中心嘛吼？我作恐慌呢，谁讲呢吼？恁民意代表也袂当去参加，伊服务处主任也袂当参加，恁选择性的讲这人拢排除啊啦，依照伊年龄、伊的职业吼，啊性别较去做嘛吼。我感觉这无公平啦吼。第二上重要是安尼，你感觉是了？我呢人口到105年十月底吼，吼减万几个客北啦吼，干啦，我呢股减变成几个啦？啊，你甲想，我本来我公务员伫遐，吼、哦、有伫遐的时阵，你也甲我刷去，不管后壁七个位，我呢人员啊，要来市政府办公，欸，你看我呢人口未过减，啊，无你嘛甲咱做一个较咩较重大的建设呗？你过去讲的来。你讲要甲阮吼当厂的，讲要起一个动漫园区，啊无啦，啊无先讲嘛吼、哦，对不对？我可能无时间同你讲，你后言较发报新闻过。第二，含一个交通局的 T-Bike 阁无，吼、哦、T-Bike 也无啦，吼、哦、T-Bike， 哦 T-Bike 也好啦 ，Bike 也好，拢无啦。啊，这我即摆来讲一个，你讲一个国家，迄、那个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啦吼。哦这你有讲嘛？再过十四，有我讲，因为这啊，这里吼，市长，我讲这里啦，你别上去啦吼。我去甲教育部吼，因为我进目前做黄昭顺台南市图书的主任，有我一本名册，我来甲卡去问啦，问教育部，咱阅读交语文教育科伊甲回复讲，目前无这个计划啦，啊，国科会无上计划啦。我咧想的啦吼，你是毋是迄阵咱电台个听咧，未讲你？到底讲的，啊是，因为咱高雄市也要争取，屏东县也要争取，这个计划拢无呢，啊，总统是有讲无唔对啦，啊，不过都因为也无看到啦。你头讲了重点，因为这是蔡英文总统伊竞选的时阵来台南所开的政见啦。哎，伊是地点无讲，但是伫台南这是无问题。那即个第二点就是讲，因为台南无问题，伊一定会抗议台南市。啊，因为这是伊的政见啦。对啦，好啦。是为怎样？好，请侬你等一下哈。啊！你但是你即马有讲啊嘛吼？对。啊！你讲要动新年，啊会阁变化未啦？即未阁变化，因为会变反动阮新年区啊？未反动新年区就对啦。以后咱但是你会反新年就对啦。哦，你做做的时候，你穿的新年啦。文高十一这。文高十一，你会动阮新年就对啦吼。无唔对啊！不过市长，啊，伊甲政见到尾唔知，讲讲到尾也都，你无一定讲无做，还是你要做总统当然无问题。我意思是讲吼，蔡委员，咱卖去甲否定这个物件。不，我唔是否定哦。我是讲，即目前教育部交国科会内底无即个研究哦，也无计划。啊，即摆你讲总统有，我较惊是惊讲，因为这理由。当时甲你做了含宣布了，佮无安尼靠新政见，所谓政见兑现，就是任来做啊，上叫动工啦。咱把严谨的定义是安尼啦，对不对？迄个议员，因为你嘛做资深嘛，你嘛知影，因为这属于政见。啊，政见不一定要兑现，李彦哲讲的。不是安尼啦，因为你政见要兑现，你一定要包括规划设计。不啦，阿伯囡啊，市长，我简单讲是讲吼，一定要跟定位基础挂落来。你问教育部长，你问迄科长是要问咩来准啊？无啦，下开人咪会知影嘛吼。因为伊这是政见，市长。政见政务官太知啦。阿伯，市长，你拜托在你的任内，赶紧甲清楚落来，安尼好无？吼，我反正欢喜一点嘛。啊，无你甲看回想。咱就是要报一个吼，咱中央政府甲地方政府要做个建设，你甲看卖，我遐拢无呢。你讲在，敢那南花南花一个种苗吼、哦，教育中心5000万，我叫医生有看到。出来你看嘛嘞，人吼、哦，你看伫沙仑后500亿个吼，绿、哦、能科技城后是那个会展中心后棒球村。哦，国际城啊，我遐拢无啦吼，美术馆我拢无呢。建设咱的因地制宜啦，
哦，无啦，市长。比如你看，我嘛有做迄个文化中心诶，迄个提升一亿外，另外迄个嘉南大船，重庆诶，嘉南大船迄个公园化，嘿，即摆足侪人。我无啦，市长，我报告啦吼。啊，阮客房人口占咱台南市25.9%了，到十月底了。包括地水，我做着啥？包括地水。啊，地水唔难讲啦，地水你我搁甲你花，你搁上甘钱。咱来看，因为新年你家己，吼，你家己吼，认真想看卖落。新年这个饮水的问题有改善吗？有较好，无完全改善。有较好，无完全改善。不啦，因为吼，恁现主席当然无法度能完全，但至少有咧改善，有咧进步。我甲市长讲啦吼，做参考啦吼。你唔通出去去讲治水啊，治水吼骂较济啦，因为吼你过分强调治水，可是没有完全根结。下雨超过200公里，每日各个破工啊。无可能根结，因为吼。即摆气候变迁嘛，你短时强降雨。好啦，市长，我咧讲啥呢啦，市长。哎，挨冻哦，我已经第二回讲过了，冻啊啦，哦，佮讲啊遮久，啊无，我你也无啥有啦吼。挨冻的时阵，系安怎？蔡议员，我咧请教，咱台南县议会吼，咱是毋是来做这个适当的使用？你问我议长，我好唔好？我也无做议长，我做。你若讲我议长，我就该回答啦。我先给你请教，你有赞成无？因为我讲两个，我无反对啊。会当开会，会当做啥物活动，我拢无反对啊。坑遐嘛，唔是办法嘛。对啦。哦。无啦，哎，市长，嘿，当我有一个想法啦。提供几个就是。咱今日安尼算，我也做多谢你，好我有机会。哦，唔当哦，万万不可哦，市长。我后壁时间剩38分尔吼。咱有闲，我再过来讲啦吼。啊，好来。我刚刚讲市长，要争取一个，我刚刚第几回，我讲几届啊？多功能活动中心今年无啦，那位冇讲啦吼，拢无啦。啊，这到底是安怎啦吼？恁我要大家百姓，你就要爱，个要爱迄个各赛市场这块。啊，恁即马教进无，要甲甩教育局吼，讲迄个新民国小附设幼儿园迄个所在，啊，这地较去用个地皮，插来插去吼，你停车场变更低，啊，这停车场为个离恁家。咱哩多啊几个公里，一公里外，吼、哦，我再看看咧吼，刚才讲是，市长，有法多到我手无啦？讲我当面甲你建议，你也捌问我讲偌久？是不是请民政局？好，免我来报得个，啊无计划啦吼，无计划，啊你想啦吼，你想个，你无你新娘子个个，客把个咱做哩啥？你嘛拜托阮遐，加减要做寡，卖讲，阮客把人票嘛无道理哩啦，大家嘛拢都做少哩，啊可是你甲想看嘛？台南市大鹏建设，阮台北做了啥？你袂当讲阮遐散嘛，阮遐个偏僻嘛，阮遐农业区嘛，阮遐人嘛是要像这边的人、台南的人，讲有美丽未来啊！阮有着啥？阮26%人口，阮有做了啥？你看多少箱？哦，你搁放一届较多，后尾500亿个呢？洋科技城哦，500亿啊一大堆，你看想？哎，阮咧着啥？美术馆无，棒球村无，哦。迄总图书馆无，会展中心无，吼、哦，啊来个啥物阳光电城啥一大堆，哎、欸，我拢无呢。无啦，因为建设一定要放适当的所在啦。我知啦，啊，不管你是安怎啦，我咧要做啥，无你嘛甲我讲，我咧未来对啦。你卖讲啦，你卖讲啥，因为咱台北真济所在拢要搁飞都嘛，哦。那市长，飞都是计划区，啊，另外我讲啦，新年先挣钱哦，我感觉。新年咱即摆等你做土地释放嘛，包括迄、那个。迄个运客转专区，伊也是长盛营区，咱即摆等你做土地释放，啊无你即无土地，啊无就业机会，干啦，无增加就业机会，干啦，释放出这个住宅机构，增加就业。因为你有土地释放出来，人要建设也好，人要投资也好，才有机会啊。无啦，迄是纯住宅啦，市长，你讲开放迄块讲啦，客转中心个招标过来，个拢招不未成啦，卖底下讲好。环境偌好啦，平时用这个还袂动工嘞，你干啦，假讲三四年前讲要动工，到今嘛无动工，哦。阮爱是大型的重大建设，阮会当带动就业机会啦，吼、哦，市长，我阁讲好啦，你会当甲承诺讲明年啦，吼、哦，最后一年变医生，啊，中央无补助，你会当甲变一个活动中心未啦？迄个蔡议员吼，因为你关心新年建设，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卖甲你讲。不，我阁甲你问这个好啦，吼、啊，都阿无咱民政局长有甲答应哦，哦，伫接顺的中间讲。啊，无的时阵，伊会想办法要做嘛。你会当甲答应这位啦？啊，伊讲看嘛，佮讲等于讲，伊讲的无算数啊。呢，我要甲你问，无我甲你讲，总结顺，就是要你讲啊。我即好啊，佮了解一下啦。
好啦，你嘛是不来啦，我嘛无法度啦吼。我今仔日无，我嘛无法度。反正乡长听到，我都真清楚啊。市长，你家想看嘛？一个县级所在地，较早吼，县长所在，一个市政所在地，你甲文化中心改建，甲中央政府一个解决嘛？除了做一个美术园区，我那个是市政府的钱，不是市政府的钱。啊，我回去咧啦吼。文化中心那个市政府的钱。啊，你想啊，你是迄个美术园区上个级，中央嘛拨托啊。美术园区主要嘛是台南市政府。好，马进，啊，佮无去做着啥？你甲交白痴比较看看，我你马进的市长，你那边给我时间，我写当讲哦。我讲你唔能够甲我讲行政经费偌济，地税偌济，道路偌济，迄本来别人给我做啊啦。南八十号啊，我讲来中央有啦，我知啦。后营路，唔啦，我是讲明年变的意思，你唔能够甲我讲，阿你讲个阿你实施未做啦。咱那是讲明年人要做的这个位，好啦，市长，哦，来啦，来，佮继续一个题目啦，吼。好来，请这房税地价税啦，吼。是，简单安尼啦，吼。咱讲地价税、房税吼，你做清楚，六月八我执行的时阵，吼，你讲无超过百二趴啦吼，啊，其实来我个等于一直找资料，有超过百二趴，有超过百二趴啦吼，啊，百二趴中间吼，咱即摆咧争议是较大的是，大家咧建议的啦吼，一百零五年吼，有房屋标准单价制定了十二关之后回溯。高十五当前的，干那咱台南市尔啦，吼、哦，这里应该无唔对啦，吼。伊唔是回溯啦，无要紧啦，你安尼讲无要紧啦，吼。讲适用范围啊，无要紧啦，你适用范围也好，回溯也好啦，吼、哦。回溯的用咱也有讲，叫人补水，这叫做回溯。啊，因为无补水的。无要紧啦，你讲安尼，我认同啦，就是讲，即全国吼、哦、大众媒体用的名称大概都一致性，就是讲有没有回溯。啊，你讲好有补水无也好，啊是讲啥物也好，我无要紧啦。这个吼、哦，这个我感觉敢无法度有空间。您最近吼、哦，地价税应该引起大争议嘛？咱这个十五当前，这有需要财政部九十九年的规定，吼、哦，新建、增建、改建，1803年当然有咱市政府做主了吼。但有需要讲安尼溯及既往，重新重清这个原则，敢袂当有一个弹性了吼、哦？这对你未来往总体无足济啦，会当安尼袂啦？我讲好，咱公布以后。新建证件提着使用执照，看来去有可能未？当然，议会建议啦吼。啊，恁都无诶，啊无诶，我嘛无法度啦。行政权伫咧手头嘛。明年五月，我保证会阁乱。进地价税有些我有争议，市长你看我安怎？我两点甲你说明啦吼。哦、第一就是讲，因为台南市政府受到监察院连续三年诶纠正，一定爱调整这个房屋税。是啊，我做来报告啊。啊，第二，全部管制无人安尼做嘛。我即摆甲你讲啊，第二就是讲哦，财政部嘛要求台南市政府应该爱调整，但是因要求的范围是所有的厝，台南市60-70万的厝拢爱调整，但是阮认为讲这无合理。啊，无市长，把管制无安尼做啊。那要求变变要求啊。我即摆甲你讲的是讲吼，咱台南市不动产这个委员会因的看法，讲你若照监察院照财政部要求，这无合理啊，所以限缩在。90年，吼、哦，迄个法律修正了后，以后的处置适用。喂，老市长，台南市政府是完全照中央甲法律。我个建议，因为吼、哦，老实讲啦，房税、地价税是恁的管理啦。不管地价评委会也好，不动产评委员也好，我讲啦吼、哦，我较早捌做过啦，吼、哦，大部分的人的主见拢是政府官员的主见为主啦，吼、哦。嗯。我刚刚讲，我当初咧做的时阵，你个下当问真个地政局长。我按头到尾，因讲较早咧开足紧咧，我上少拢开3-4点钟。我当个反对，政府要起，我拢感觉无合理。不管你限制占偌济，我拢讲袂当起伤济啦。啊，因为吼、哦，毋是讲人无咧做，你家感觉，咱虽然台南市六都感觉讲调伤济，毋过以咱台南市的咱的人口、咱的工商发达、咱的国民每口会当支出的交收入的交六都咱要怎比？咱差人一点点啊，尔呢？甚至咱内政部有一个全国的土地的平定的介绍，咱台我放一个投影，咱台南市有的所在是热呢，六亿还是热呢？咱个人掉38几呢？市长，蔡委员，系安怎？因为你这两段即阵都矛盾啦，太矛盾，怎样讲？第一呢，你要求台南市政府爱做建设，另外你个要求我要求是阮提拔的建设。
唔是讲建设就是爱经费、啊。我是讲，我咧平均人口26%，你啊加减要甲咱建设，你袂当集中伫某一个所在呢？我是要求安尼呢。我建设就是爱经费啊。有限的建设，公平分配，缩短城乡差距，贫富悬殊，我意思是安尼呢。我咱即摆嘛是安尼咧做啊。啊，你咧讲的，你咧，我拄啊投影，我咧个调查。你头拄啊讲的迄几项，其实拢是中央补助啦，包括。会展中心，包括迄个绿能专区，我把迄种中央棒球村美术馆、总图书馆，吼、哦，美术馆你阿拢无啊？中央冇补助啦。哦，对不对？我知啦，我讲马建啊，市长。无啦，我意思是讲吼，因为咱即摆讲地价税，你即咱地价税，现主席所用的地价吼，公告地价，这是现有的市价19.4%呢，无够20%的计少咧扣税。而且咱所扣的这个税金是6都内底上少的啊。市长，我真个是咧讲这个问题啊，我真咧甲你讲这啊。6都内底，咱的收入是毋是上少？指出每一个家庭依照主计处做的标准的统计，咱是毋是人口上少？是毋是咱的工商上无发达？是毋是咱每个家庭收入到指数上少？无啊，咱比如嘛是第五家的啊。无啊，市长，因调30几%，交咱调30几%差小可。你差有够多啊！啊，不，确实，但是来白了，确实是第五。我不敢去否认哦，这个表哦、啊，全国都市地价总指数的调查，咱结做一个李明打下，伊内底写足清楚哦。咱纽约区是比本来较热哦，啊，咱结果咱个调查高八贵，税金竞争我讲颇颇知啦吼，我跟你讲啥呢啦？都始终也无钱，啥物上方便？都税金扣上方便哦。叫你也袂当，议会也袂当，甲你反对，吼、哦，通过就通过，一定该做报表呢。因讲啊调去100几，恁共调70几%呢？六都内底，咱虽然涨幅差些，我拢32点几，可是咱我拄啊讲过啊，人出去西边住的，咱敢大家西边住的，人有钱，咱敢无钱？人有人有65岁，咱个出健保费，咱敢？可是咱的收入无。财政无好，那唔可能。啊，你用这个标准来调，调开30几，全国咱调上济，咱来六都内底，咱调上济。无，咱。我知啦，你算个比例，我是讲啊，到这参数我都啊讲的，参数算的，咱调上济啦。这无啦，袂当用参数安尼。啊，你大家讲我不讲，因为啥讲啦，市长，你个无机会我会当表演啦。啊，无我讲来，吼、哦，不动产评委个第二评委，我甲论述员听，我讲员听，官员听，因为阮也无多人去评的，你叫起来，你去大家通过啊。阮也无多议会，也无多跟你争议啊，吼、哦，对不对？蔡议员，我阁甲你补充一个资料啦，吼、哦。是那六都调起来拢30%以上的，最主要是去年内政部要求啦，每一个县市在调地价税的时阵，伊袂使比连续进前连续3年公告市价迄个调幅的总额有较低啦。啊，不过市长我报告啦，这个要高啦。市长我来讲啦吼，这怎么去啦吼？哎，地价税、房屋税是咱地方做主的，伊咧讲你就要甲听，够需要哦。因为咱地方政府啊。无啦，我想你啦，想啦，你都我知影啦。咱这是一个征税标准啦，地市政府做一个准，啊，咱财政无好啦，加甲百姓扣我来开。吼、哦，建设这我想你呢，但是我重点是这嘛。市长，这几年你嘛知啊，我是拢迄个春节支出哦。好、哦，我唔是。我无讲你未开呢，我是讲你扣我税金，加扣我来会当建设呢。开你唔能甲我讲我未开，我是讲建设，扣我钱来建设嘛。我意思是讲，我们不会说为了好了，为了要涨价而涨价。好了，是的，不会这样做。嘿，我您最近的地价税吼，因为11月19。哦，阮18开记者会了，咱财政税务局公布一个通知哦。哦，你公司啊、个人啊，税金到去年加5万呢，会当分期付款啦吼、哦。啊，不过时间你刚才到对查起，到11月几嘛，敢不是？11月30。啊，你拢总剩几日？你刚才？没啦，伊迄那卖吼，即摆11月30。我们什么时候发布的？哦、是时间太短了。到11月30杂志了哈。嗯，起了，11月30了哈。那个全国一致，11月30。无啦，阿都一致性，阿你该想啦。这个有啥物？咱百姓个有啥物？当得啥物好处啦哈？这张恁该做啦哈。财政税务局长，哎，恁做啦哈。阮市政府做对啦。好，来电脑下，我起了我两边听。简单讲，住用住宅会当超过加起1500块，多52号。
哦，我专门在看看咧，我咧想加拢总52号，啊，你推这个政策出去，安尼好康上好康着。我看是大号嘛吼，大号干嘛？因为超过1500块，装台南市加52号，啊，恁推这个政策，我咧交我一钱好康尔，啊，无上好康，不是这个意思啦，啊、意思是讲吼，回民众伊唔知啊。哦，啊，所以伊无去，无甲伊个主体去报迄个自用住宅嘛。啊，你家调查，你家写讲全部超过1500块52号呢？目前为止嘛，啊，这是为什么嘛？讲爱个开放。哎，啊，你主动，你家己内底写呢？你主动会去替伊查呢？查伊个自用住宅使用，你会甲办呢？无啦，因为阮看阮财政局个资料就知影。对啦，议员，这个议题干咩哦？财主单位说明一下。我讲，我时间有限。哦。这家写，我拢这拢讲啊。我拢准备了做详细，要甲你说明一下来。诶，这不要，不要。好，上面有导。请给财主单位税单不会去看自己是一般的税率还是自用住宅税率。目前呢，已经有大概6000件来申请，这个都是不知道，还有很多是银行账户代扣的，他根本就不晓得。啊，我问公爹讲，你敢下？你敢下呀？那个没有错啊，那个没有错。你现在引述的是错的啦，现在来申请的都是让自己的权利睡着的人啦。好，你是说你没主动替告知那52件，你替个人告知？不是，那个我们这个主要的政策的目的在于让不晓得自己有可以申请自用住宅的权利的市民呢，利用这一段时间来申请。好，好，你主动改下来哦。您会主动甲查使用自用住宅，您会甲通知嘛？哈，通知来叫嘛？啊，主动你写52件。好了，你那两个事情不一样的事。刚刚讲结论哪里了？不要好了，不要扯在一起，绝对在一起。刚刚讲安尼啦，哈，你这第一时间想对了。受益者绝对不是自用住宅啦，我刚刚咧讲啦，这是财政部规定的时间啦。是啊，5万块以上的人吼，加旧年加5万块以上的，才会当分6期，分期付款。哦，安尼个少少咧，请几个自用住宅会使，以为建议的你不要接受，自用住宅卖调整，哦，房屋税、地价税，自用住宅，哦，啊，恁个无来，我嘛无多，以为建议啊。那个要按照法律啦，那个蔡议员税的增免要以法律定之啊。你的提议是好意，但是不合法，所以没有办法执行。合法不合法，拢你咧讲的啦，哈。不是，这不是我讲的哈，这法律规定。个地方税、房税、地价税，哈，恁个不动产评委会当开第2届、第3届，人把关系唔是我咧开，哦，对不对？时间过嘛是咧开，依然唔是超过时间讲农地。征用错误、计算错误，唔阁定规，对不对？免再认啦。好，麦克讲，来，我来放一个南方啦吼。市长，你请坐。南方的地啦吼，我即马要来请教咱林副秘书长。南方这个地，咱本地吼，南方这个地来投影一下吼，平均啦吼，差不多一附近啦吼。16066块，这全部了哈，差了53000块了哈。来，看多一个图恢复一下，看多一个图，这全部来对了哈。咱啊按照了哈，按照这算了哈，按这个东营路差地价税哦，差7000多万哦。我看准卡讲，卡袂讲到漏鬼了哈。来啊，按照这。那个中华东路的哈，差4000多万咯、哦。啊，按照东光路算的哈，差1200几万。伊关乎咱的，关乎咱的啦哈。哪些个？这公园交道路用地差600几万。我第一个问题要来请教地政局长。中华，那你啊，迄阵你啦哈，副秘书长。中华中间，南方还咧起大楼。咱敢不叫发建桥哦，100公里建桥哦哟，顶到顶还要发落去哟。中尾期间是免税嘛吼？好，啊中尾，咱调啥？咱这个其中，咱调啥物好处？你讲我听，副秘书长，咱其中调啥？这个南方工业地变商业地，咱调啥物好处？地位地管理人啥物人？登录诶，100公里5年5以上登记上，恁管理单位写市政府哦，吼。
恁咧当然地政总署甲我讲个，啊未卖以前，市政府啦吼。我真个想，以我来讲啦吼，多我几人，我伫新业新竹落一块地，吼、哦，恁教我去找哦，找讲啊，是毋是三十多年以前有人住啦吼？多我讲恁免讲啦，我讲好啦吼，我已经五十四平半，你才坐，好咪做？你甲我捡偌济税金明仔？1500万，我刚刚一个自然用地变商业地，讲要甲扣1500万呢？啊，这地难放，咱到底要什么样厝啦？你讲我听看卖哩。你想咱咱市政要什么样厝？伊包括关键迄个地下停车场，哈、哦。好，你唔通安尼讲，地下停车场2800万是当作地位地，因买去啦。你怎啊甲地价调啊足俗哦？伊成本俗个甲咱这块。地块地杀去啦吼！地价是讲调个作秀，有根据地价平均规则。我好啦，恁去讲马紧啦，这是我的旨意啦。我即摆卖甲你讲，迄以后我讲，除了你甲想看卖咧啦吼。来，第一个问题，上面甲我回答吼。中位期间是免税嘛吼？啊，下当起大楼，安尼到底税金要怎算？上准的啦，上准的啦。恁甲我讲啊，以后你中位也你起大楼，咱中位的费用交大楼做位起。去做伙，安尼成本免得算，定位成本免得算，恁恁上面甲我回答这个问题。我阿咧叫这边阿咧标，这边阿咧标，阿咧整一标标，啊成本免得算。我上下讲啊，到定位阿要去大楼免税，哦，定位应该免税嘛吼，啊定位了两档一档减半嘛，啊无啊无啊到底无免你甲税金，无财政税局长你甲我讲免得算。洪局长，别跟你打冒。来，你讲，你了解我政策。针对蔡议员提出来，好，他在从化的期间。仍然有部分工厂使用，所以我们99年到100年，按照实际的状况，就有使用的部分课征地价税。好，就有使用的部分就课征地价税。财政税局长，你一个资料我看卖，好唔好？我来看到底哦，到底是安怎算法，会使未？主席，你搞财事者，会当我无？我讲你个民警调哪来？主席，财事者嘛，吼。主席，你问我财事，讲伊从我期间起大楼中间用啥物税率啊，扣偌济税金，一分我会使未？伊即马要。那要拜托主席财事甲财政税局长出了火安尼啦。好啦，来财政局长。要给我。这个按照《税捐稽征法》33条的规定，对于纳税义务人的税捐的资料，好，这个要有保密。好啦，可以公开的部分，我们会说明。听足济啊啦，含议会质询，一个议员要调阅资料也袂使，安尼是要怎甲伊问证？你要黑白来，我嘛无多。虽然我讲啦，你若袂爽，甲我告翻去啦。这个法的规定，蔡议员。好啦，罚啦，罚你就去罚。市长，您家己想看嘛咧？这土地一平50000几，扣地价税，出面隔壁的厝的价钱比较贵，你想？合理不合理就好啦，你家己甲想，咱有听我全部的百姓哩，你想合理不合理？一平53000块，全部遮大地，即地起百货公司去商楼，商店大，安尼53000，厝面价袂用比较贵，安尼当中这种住宅免税金吼，卖起啦吼，7000几万呐，7000-8000万呐，啊，我建议恁不来，你干了南方的减个欠税金减去偌济，恁福气无？变世界好，袂好啦！你讲嘛因啊？好，我说明一下哈。说明啊，这个是地价调查估计规则，对啦，区段估计啊的一个全国通案性的啦。通案你去通案啦，全国差不多拢安尼啦哈。来啦，好啦，好，局长，来，就是讲，你甲算几公尺啦？路边价，啊有这个地价啦，哈。你啊你路线价几公尺？你甲我讲，路线价你几公尺？你讲啊。20到30公尺啦。啊，你唔跟恁讲的，恁的状况讲无同款。所以我个议员报告就是讲吼、哦，你袂用摕路边的一个很浅街锅，刚好靠路边的价格，跟一个很深街锅，吼、哦，咱知街锅若较深，伫内底面内底深吼，伊计数较侪嘛。你讲遮侪，你唔上，我讲啊，知啦。你讲遮侪，你唔上就出来问王听啦吼。问王听讲，南北即块地用53000块扣税，合理不合理？第二，你多少计划，钱我拢准你。公园起伫遮，道路起伫遮，荷兰，敢若地价税拢无收，伊咧用呢？53000几扣税，讲好袂听咧，新娘凊彩足钱嘛比这较济，合理无合理？咱可说公平。
我甲你建议讲，即咱租用住宅卖调整7000多万，恁无来，恁难办。啊，你起大楼，哦，啊，你起大楼，爱等中位哦，啊，可以用使用税率哦，啊，你合理不合理？拢你咧讲的，拢市长在讲的，对不对？你发言就建议啥？建议啥？你甲我讲，建议你起，啊，你中位咱起大楼，哎、欸。去大楼建起起咧，建来营业会当省税金，也要用大楼中个中间免税，起了会当两档免税。啊，拢南方个税，恁讲个南方个我话变什么话你啦？我跟议员报告，我跟议员报告哈、哦，这个法平均条例规定就是说，从化期间哈、哦，如果没有用的部分，它是免税的啦。我要偷取了，我要罚呢。啊，你唔敢可罚监督呢？啊，如果有用的部分，当个用法令来加搪塞，我。议会议员调阅钱，不爱给人。啊，你你讲你你无有屁，我也要相信。你若敢互看嘛，互监督看合理不合理嘛？谁也唔敢，谁也唔敢花。但讲啊，这个法律规定袂使，这个是舞弊贪污啦，我别来啦，舞弊啦，莫讲贪污啦，你放水啦，处理他啦，我敢安尼讲啦，无你谁也唔敢花钱哦，谁也唔敢花，谁也唔敢出，你也无问题，人嘛查出来，可受公平审，我咪安尼，看到底咧中间你安怎甲南方倒倒个手嘛？啊！你唔看是一个坦荡的政府，无市长你讲啊。蔡议员，我咧听吼，你大概有两个问题啦，一个是中位期间嘛，啊，一个是中位了后。唔是安尼了，市长，这个地，咱市政府足少，我都要讲，我指你外厝你听，我一个菜市用地，你要甲我变成用地，我不一定买，特别甲我扣1000万。南方这个地，咱市政府调啥？咱调啥？你甲我讲，对咯，公园一单，即目前新600几万。伊即块停车场，南方在用，公园你甲看嘛，拢南方在用啦。我讲即、這个，无你甲看百姓，较有啥物可说？即公共空间，大家嘛拢遮人行行行，南方去。无啦，市长，咱卖讲个济，恁最后要花无花那个啦。所以财政税局长要花无啦。关系这个吼、哦，他都话张局长有哪有讲嘛？就是讲依法应该给你的资料，这我们一定会给啦。那你不爱花，啊，我变来去查证公。啊！你手头拢提恁，款提恁公务员手头，你唔爱话，我无法多讲，到底合理不合理啊？我有那简单讲一下吼，因为我甲你听起来，大概你基本上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讲中位期间迄、那个扣地价税的问题，他都话有讲啊嘛吼，你中位你头讲嘛，讲哪去哪中位，啊这。啊，这个变哪算？你因开外层。他都话有甲你解释过啊，就是讲吼。不是等伊无解释好清楚。无来就一句话尔，因为咱这重化重化成本6亿外呢，提下停车场2800万，算你重化费用。来买这个地位低呢？无啦，哎呀，你管理机关是市政府。你现在都把问题搅和在一起。他搅，当然搅和在一起，你把它搅和在一起。结果为吼，伊那个停车场，伊是上我台南市政府呢。现在是台南市政府。啊，上面有最大受益者嘛是单胖的呢。我什么？无啦，那是消费者。无啦，哎，恁讲恁的啦，市政府，恁卖以事实啦。无啦，你这台上也无台无几，去停你南方的停车场，厝边隔壁几个人啦？嘛是去南方的无够，伊个用以后才要去商业大楼呢，要去上班呢，要去高级住宅区呢。一个公园伫只偌好康呢，你结果搞成人身价，先地价缩小呢。端台湾对一个我高级住宅区有一个公园，算人身价，拢你咧讲的，对不对？好啦，市长免讲啦，好啦，市长，你唔好个唔好啊，啊你唔好算我讲。我们会给你哦，迄、那个帅员，你听我咧讲。我们会给你，因为议员问政要资料，这我们要给。对啊，您财政税务局长不爱我。但是无啦，伊被合理的，用我们依法应该给你的资料，我们一定会给。啊，你公家的给讲的，恁卡多的讲依法的不给啊，你来讲伊个，你公家叫做叫做客套话啦。我正式跟你讲，我们依法会给你。好啦，你依法的，你如果涉及，无啦，涉及法律所规定的个人隐私。啊，你外边来问政，别问政官，你有问题不问题？无啦，啊，因为本来就是法律要保障个人的那个资讯。对啊，对那第一届。房屋税要调整到第二届，我认为甲你问，讲6月8我问的嘛吼，讲你到底有调过80%？你讲绝对无，啊结果三桌登来看，我讲我登去做，你个超过105%、108%、200%。无啦，迄毋是安尼啦。好啦，市长，我最后一个条麦克讲，你若不爱话，麦克讲你啊。这我们会给你。妈，你给我，无我要爱，你不爱话，你给我，你话我无，无我要爱啊。因为私人的资料，迄法律该保障着，迄款的部分袂当互你。安尼简单讲起来就是，恁要安算，肯定去算嘛。我若无都该，该你查嘛吼。好啦好啦，市长，咱麦克讲，我最后一个，我第要讲未了，我要讲最后一个就再问啦。迄个蔡议员，因为我相信你今日安尼质询，吼，包括相关的单位拢会去了解。上重要的市长，上离谱是安尼啦。这个地是商业用地啦，哦，
三个用地的地价遐俗，啊，村呢村民隔壁伊住一个十外平，伊扣的税金比伊较伊较重啦，才五万三落扣尔啦。无伊隔壁迄用偌济？才个三万九啊，才两万九啊，哎，才平均万个一万六千啊，才一万九啊，哦，我住才看，才两万九，才三万三，三万三。哦，啊，你平均万六年啊？五万几比两万几、三万几较济啊？我无甲你乘这是，这是市价啦，一万六千个乘以3.33，市价五万三，伊个一万六千多，人家三万多，加一万六千多，加三万九，加两万九，无你讲五万几伫倒位？伊个给乘以市价，乘以3.33，等于公告地价乘以3.33，差不多市价是安尼啦。啊，但是你头讲个迄个南方，来，去放一个，去放一个来。你爱公告地价，这我即马讲公告地价，16066是公告地价啦。有，哦，换算咱民间的平，超平所乘以3.33，超五万三啦。啊，我你爱别公告地价来讲，哦，当三万九，哦，两万九，万九，安尼啦。加多个土去放一个，哦，这两万九真够啦，这三万九啦，这哦，这一万，两万二啊，这万九啦，安尼啦。哦，市长，麻烦你去研究啦，吼、哦欸。这个。即个老公议员愿意吼，好啦，好，阮决定甲你说明了，说明，啊，若无，阮会阁甲你讲，无啦，阮会阁用说明恁，伊有甲讲啊，市长，伊甲讲啊，讲做行政市长，我爱报告者，市长，市长，对，我爱报告啦，伊即摆讲安尼啦，吼，安尼我以后考虑即用途是啥个用途啦，吼，啊，啊是啥物用途吼，也做适当再调整一下啦，简单讲就是讲恁即课程个吼，无去考虑着伊即用离线价，吼。离线价、路线价省，无可能的。这个用途是要做啥物用途？较多我看要甲你讲，无合理的所在就是伫遮嘛，哦，即商业用途嘛，遮大地嘛，啊，咱百姓大厝，说底啊，扣的税金比较重啦。蔡员，安尼啦吼。哟，我简单甲你说明者，讲有可能个差别是路线价啊，甲里价。啊，这真的做法都无合理啊。用内外的迄个价钱无同款。你无考虑的用途嘛 ？OK， 好，啊，你今仔日安尼即阵哦，我们。两个事情在这边跟你承诺，一个就是说我们会依法给你资料，另外我也要求我地震局再去详细再去评估。面南一的公安做什么？如果说这个有低估，这个我们会调整。那您觉得您哪怕要重新评定啊？搁重新开会搁来讲，这不合理搁来做，您嘛不合理搁开掉啊？这个我会送到地价评议委员会哦，去重。好了。来，安九听。三等掉一届了，三等掉一届了哈。我上次有跟议员报告，就是说哈。这个是法令规定的一个问题啦，法令规定通案性区段估价的一个问题啦，吼。是啦。啊，当然，我起码跟雷进波底下咧讲讲吼，如果说碰到这个大区域的整体开发，我的区段边那位哈，才比较公平合理。这个我们有在跟他法令有个在跟他。没错啦，局长。啊，所以下一次。你讲的20公斤跟30公斤，你说你个差过了千万了啦。下一次我们。你那20公斤、30公斤，像你这价差过了千万了啦。检讨啦。刚才讲啦，我希望咱市政府向提示民间，起码经济不好，自用住宅，哦，地价税，自用住宅老市长，咱自用住宅有一个定义嘛，吼。都市计划内底330平方公尺，非都市计划内底干500几嘛吼，几吧，七百啦吼，七百，会当卖港卖标涨，恁算算的话7000-8000万啦，啊南方一地就超过7000万啦，哦，我是建议安尼啦吼，好，最后一个议题啦吼，市长，这个核灾啦吼，你讲啊足清楚，你的原则就是讲，哦，当然残力证明。我们的原则是安全证明了哈，安全呐，安全证明，安全再好几百呢。你无安全都无。我感觉你爱坚持对，你爱坚持落吼，踹油门个迈。我是为你设想哦。这大家我讲，吼，无人敢跟你讲实在话，我爱讲实在话，你得加坚持，坚持安尼落吼，咱蔡主席、蔡总统哦，后盖哦，民调一直落，因为伊较早讲的哦，讲哦无食品安全。无百姓一个食品安全吼，是无及格政府啦吼。啊，咱知影嘛吼，附近的吼，河岛附近的近两日报纸吼，电视搁咧报的，伊的海域吼，海域啦吼，拢企业吼，拢美国去检查哦，拢足严重啦吼。即就是讲核能放射标准拢超过过来十倍啦吼。第二，咱上条是哪款反对的原因？咱台湾，咱市政府卫生局长，咱有啥物卫生局长？咱卫生局有啥物设备，当检测辐射无？
目前各县市的卫生局是没有能力可以。全国，干那台中港才可以用干，只有中央去。哦，有尔。咱中央的单位交地方的单位人也足少的，吼、哦，有够少的，变一个人足少的啦。你请坐，拢是这样。咱爱文芒果要销日本，日本人安怎做法？因为爱文芒果哈、日本伊主要是迄个检疫啦，检疫伊。首先有派人来咱台湾检查无？有派人。好，咱来个做热处理无？诶，蒸热处理。相关日本安怎因有检查无？因完有抽检。市长，日本无因准咱去检查，去日本检查，无唔对啦吼。咱这核岛附近的食品无因准咱检查，咱要派人去，无对等，哦。咱台湾进口日本的食品，会当占讲讲起来，咱台湾只有一半以上啦吼。我是感觉伫议会啦吼，阮的看法是无需要冒这个风险。咱交日本交流要紧，因为日本是台独最大的本营啦吼。咱这华侨出租啊，真侪啦吼。市长，嘉义市有通过啦吼，嘉义市长讲哦，讲啊议会通过，伊个要遵守，苏罗政也同款。柯文哲安尼讲啦，吼，讲啊，议会通过，伊个要接受啦，吼。我是感觉这個时机可能无适合啦，无适合原因就是，咱按中央到地方，无机械、无设备、无这个专家，日本对咱嘛无对等。卖讲以台湾标签，韩国人抱歉对咱台湾人无爱抱歉，这個、时机我感觉无适当，吼，干嘛我会互你？参过啦吼，我要你签，你要签唔签？随在你，请坐吼。请市长，请市长，请坐。11月12日，吼、哦，我去新华，吼、哦，咱农委会所在抗议啦吼、哦。我去的原因，日本小台司令公听会。第二，一个人参加尔。第三，事先拢无宣导，上网两日尔，随讲，拢无人知，大众媒体也唔知啦。啊恁。邱泰山华部长讲要给俺送地检署，我你给我拜托一下好唔好啦？你给我拜托，给俺送地检署好唔好？马市长，你先坐坐，我问你，你给俺送地检署好唔好啦？因为啥物呢？较早吼，国民党执政时代，阿平这个党外人士阿洪送地检署吼，吼、哦，迄、那个我请起来呢，你选举怎个选呢？吼、哦，反国民党嘅政权吼、哦、英勇，你看安怎？你给他倒酒者，你看安怎？打上点金书，你看咯。人民表达意见是人民的权利、哦。警察本来就会尊重，而且会保护他的安全。啊，是我部长共生小姐，你共生小姐。任何人的意见表达都不能触犯超越法律的界限。所以，无、啊、你看我到超过法律界限，我也无，也无甲任何人的，无甲相依啊，啊拢无咧，啊要甲上点金书咧。依法处理会按照每个个案、每个事实，无啦，按照证据依法。局长，打上者，我拜托者啦。你给他上一个，我以后你医生给他倒酒了，你看了？我们会依法处理。这是了天了人祸啦，天地颠倒病啦。民进党讲当初讲民安怎就安怎偌好，上街头上一大堆抗议会场。我嘛无看讲国民党咧个上地检署呢，抗议就抗议，啊就乱个乱，啊表达意见，哪里讲的？表达意见，大家宽裕啊。说民主进步党才会当建立咱台湾的典范，替台湾民主拍出天下呢。打倒国民党的威权呢？即摆我去现场，甲讲你现场，你公听会日本这水台食品明明核战食品，伊甲讲水台食品个几百单嘛？你输入啊？啊！一个人跟你公听会，我讲改唔能公听会，改更改时间，安尼阿要阿上地检署，阿无这是啥物政务啊？你甲审了无？主动甲审啊？警察处理各类案件都是行政总理依法行政。每一个案件，我们来看伊证据甲事实来处理。最后，尽量我看，卖甲你勉强啦吼。我送你一件衫，看你要甲接受无啦吼。阿表，你签，你也有无？我不会甲你勉强啦吼。我你要承诺，我不来勉强。对你总统加分啦，我就改变啦，安尼就快。
歹势甲你收。啊，收咧无要紧啦，我帮你放。这个代表的意愿啦，啊，第二，你看敢要收者，敢要签者？免签啦，因为我已经有讲啊足清楚啊。我即摆无啥鉴定设备咧，真够危险咧。即摆是安尼啦，吼。哦，你讲我。我即摆我安尼讲，因为还佫三十几秒嘛。哦。就是讲你头讲美国有去测嘛？即摆就是美国，吼，袂当。14关反对。OK。美国所反对的台湾拢袂当我入来，所以这个就无即款顾虑嘛。第二呢，就是讲日本吼，日本不可以上市的，不上市的也不可以进来台湾啊。第三个呢，绝对禁止的就是福岛的食品也绝对禁止啊。啊，过来迄个四个管区，迄个四个管区，佫都爱，你若准讲是茶水、牛奶粉，吼，啊，迄个野生的迄个鱼类，这个也都不禁止，这个都。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另外还有双证嘛，好不好？日本不能去验证哦，不然就用日本来验证哦。因为伊国家政府出了证明啊，双证。咱的所以爱敢验证哦，咱去要不要验核能设备，伊不能去哦，那不对，那不对。好，今天非常感谢咱蔡玉慧议员的市政总结巡，也非常感谢赖清德市长率领着咱市府团队，以及感谢咱辛苦媒体好朋友的采访，咱议会各位同仁的出席，以及咱电视机前咱乡亲朋友的收看，上午的议程咱就到这来结束，下午1:30继续来进行。连续审查1806年度地方总预算、凯富斯单位的预算案，感谢。